It's summertime.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期视频呢，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以前呢，我录 summer vlog 的话，都是录一些我的日常呀、lifestyle 啊之类的。然后今天这期 summer vlog 呢，主要呢就是想要跟大家看一看我这一周都吃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会主要录一下我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食物。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特别适合下饭。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有零食的话，赶快准备好。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因为最近呢就是在假期嘛，所以我早上起的都挺晚的，所以我一般来说起来之后呢就可能喝点水什么的，然后中午就和早饭一起吃。那么今天中午呢，我想做的是一个三文鱼，然后再弄一点蔬菜然后一起吃。因为我觉得三文鱼做起来真的是非常快，然后又很简单，也是就如果大家就是在美国家里有烤箱的话，其实三文鱼做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容易。When we were younger, we used to sit on the grass. Among the flowers, we just let the days pass by. People would tell us to get a grip of ourselves and get a job. We didn't care what we were told, 'cause when we were younger,We used to sit on the grass and go, damn, I don't wanna grow old. I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ime. Stay up all night singing songs on the terrace. We didn't mind sitting out in the cold. It was impossible to make us embarrassed. We were free.Hello, 大家，今天晚上呢，我打算做一个 kimchi fried rice， 然后里面呢，我会加鸡胸肉。我现在已经开始煮饭了，然后煮了一会儿火了，然后等饭差不多好的时候，就可以准备 kimchi。然后现在我把鸡肉准备一下。When we got older, we tried to stay in touch.Had to move on. Life ran away from us. If I could go back, be 17 again, yeah, I would. Just to see all my friends running around the city, acting crazy like we used to do. Ooh, ooh,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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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ime. Singing songs on the terrace. We didn't mind sitting out in the cold. It was impossible to make us embarrassed. We were free. Do you remember stealing smokes from your parents? Sometimes we got a bit out of control. When they found out we ran from home just to scare them, we were free.
我觉得火锅应该是我每个星期都想吃的东西，我大概一个星期就会吃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吃两次，反正就是很痴迷，毕竟我是重庆来的嘛。前两天去了一趟韩国超市，所以就买了一点可以煮火锅的食材，所以今天晚上打算做一个火锅。火锅煮起来挺简单的，所以我就大概把食材准备一下就好了。做一些辣的鱿鱼，然后再加上那个辣鸡面，就感觉有点像那种韩国的那种辣的那种炒鱿鱼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昨天就是 CPA 成绩出来了嘛，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挺平静的，昨天晚上稍微有一点点起伏，因为我考了一个所有考 CPA 的人都不想考的分数，就是74分嘛，然后75分是过线，然后我考了74。然后我昨天就是发了一个 Instagram 嘛，就是录了一下我当时查成绩的一个过程。本来我是想录一下，就是我最后如果真的过了的话，那种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过。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那个 Ins 上看一下，然后我又把它发出来，这样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给我的留言，就私信我啊什么的，就我很感谢大家，而且有很多是跟我同样的经历的人，就大家都会有同样的经历，就会感同身受嘛，所以你们就是讲给我听的话，就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非常有用，这样。然后其他也没什么想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考试这个东西吧，我自从经历了上次之后，就觉得说，既然分数出来了，那就这样就接受呗。那下一个季度我们继续再努力吧。而且我相信也不止我一个人考到了这样的分数，
有时候就是运气就是这样，就差一分就没有过。所以我也希望那些就是跟我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或者说你们如果以后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当然我希望你们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也看开一点啊。现在要去做饭了，我真的好饿。好了，我去做饭了，拜拜，谢谢大家。Cause you've got something oh so right, something oh so right. I hope I don't scare you all.有没有发现我现在特别的虚弱？今天下午我来大姨妈了，然后我自己预感的非常准。然后晚上呢，我也不打算做饭，所以就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和我朋友一起吃。我们点了一个新疆大盘鸡，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凉面。今天就偷懒一天不做饭啦。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错，我今天化了妆的。我刚刚才录完了一支视频，真的累死我了。啊，我真的好久又没有录穿搭视频，真的好累呀。然后今天是周五晚上嘛，所以我今天晚上打算做丰盛一点，打算做一个两菜一汤吧。然后呢，我的视频应该之后就会直接就做饭之后就会结束掉，所以我想把 ending 放在这个地方来讲。就很感谢大家来看这期视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吃饭类型的视频。其实我本来呢是一个不太会做饭的人，我真正开始给自己做饭是从这个暑假开始的。就我爸妈他们来美国之后，我爸就传授了我一些我们家传的手艺给我，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做饭。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就是外卖实在是太不好吃了，很不健康。我后来确实是发现，其实自己给自己做饭其实真的是要比外卖好吃。就我现在给自己做完饭之后，我都不喜欢去吃什么外面那种韩餐啊，那种外卖，我觉得都没有自己做的好吃。虽然我感觉我做的也不是很好，哎 ，anyways， 反正我就很谢谢大家来看这期视频。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那种就是很好吃，然后又很简单的菜的话，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然后做一做给我自己吃。现在就开始做饭啦。Que no pasa nada, que todo ha estado bien, que fue un sueño y desperté, pero en mi interior siempre gritaban todas penas que quería ser curadas. Yo quiero amarme también, algún día lo lograré, lo lograré, lo lograré, saldré de esta, lo lograré, lo lograré, saldré.
hagas con problemas.